别人都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暗自努力，在你看得到的地方，他们也和你一样显得吊郎当，和你一样会抱怨，而只有你相信这些都是真的，最后也只有你一人继续不思进取。两人仍不怕起点低，就怕没追求，不怕走得慢，就怕走错路，不怕不如意，就怕想不通。与其羡慕别人，不如做好自己，三行动那才是最重要的，而每个行动都有其代价和欢乐之处。人生的旅行过程给我快乐，而不是那目的地。四，没有永远的失败，只有被失败打垮的人，他们选择了一颗失败的心，选择了一种充满牢骚和抱怨的生活，选择了绝望，却放弃了很多很多。人生的路难题都得走。六星情的颜色是活泼热烈的红色，是生机盎然的绿色，是尊贵华丽的黄色。好好的用这种种颜色做心情来书写生活，不要让它变得灰暗。每个人心里发没有永远的失败，只有被失败打垮的人，他们选择了一颗失败的心，选择了一种充满牢骚和抱怨的生活，选择了绝望，却放弃了很多很多。无论有多困难，持低头是一种前置，它不是自卑，也不是怯弱，它是情形中的闪电。有时稍微低一下头，或者我们的人生路会更精彩。十一，天空不总是晴朗，阳光不总是闪耀，偶尔情绪崩溃下也无伤大雅。过去的一夜能不翻就别翻，翻落了灰尘会迷了双眼。十二，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许多梦想，但如果其中一个不断搅扰着你，剩下的就仅仅是行动了。十三，真正的痛苦没有人能与你分担，你只能把它从一个肩头坏到你的另一个肩头。十四，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，它取决于你有多爱自己。吃饱穿暖，手机有电，钱包永远不扁。十五，有些人会一直刻在记忆里的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，忘记了他的笑容，忘记了他的脸，但是每当想起他时的那种感受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十六，无论有多困难，拾起所有的胜利与征服自己的胜利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，所有的失败与失去自己的失败比起来更是微不足道。十八，一个人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。十九，走过了很多的春夏秋冬，二十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，无论是为一个人、一段情、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